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汉祖博士，是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的研究学者。平日呢最喜欢探讨一些信仰的话题，就好像为什么基督徒要祷告读经，怎样为之信主得救，就等我由信仰的基本教导着手，再一次跟大家 back to the Bible， 对信仰有一个正确和清晰的观念。基督徒为什么要祈祷呢？神既然是全知全能的，祂一定知道我心里面想什么的，况且祂每天要听这么多人祈祷，哪理得这么多啊？我不向祂祷告，减轻祂的负担，我都不知道几位祂设想。其实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？因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，是上帝的心意。上帝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上帝要我们常常祷告，不是只是向祂求东西，更加重要的是上帝要我们时常地跟祂亲近，跟祂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而且呢，只有个基督徒透过祷告的时候呢，才能够更加的明白上帝，明白祂的心意。但有人说祈祷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眯埋眼，紧握双手，这样祷告才行，如果不是啊，祷告就不漂亮了。其实祷告最重要呢是跟上帝亲近，什么形式或者姿势呢不是最重要的。有些人喜欢合埋眼祷告，因为合埋眼的时候呢，你能够更加专心的祷告，不会被你周围的环境或者事物呢影响到你。圣经说要随时多方祷告，但随时即是很多时候忽然间你有感动呢，你就应该有祷告。但是有些时候你不可以眯埋眼祷告的嘛，譬如说你揸紧车的时候，你怎样忽然间揸紧车合埋眼祷告呢？不可能的，你心里面有感动想为家人祷告，你都要睁大眼揸住个车祷告的。有时候你去到餐厅吃饭，周围都好多人，你唔通忽然间跪低喺嗰度祷告咩？冇可能噶。所以咧，乜嘢形式、乜嘢姿势咧，唔系最重要嘅。最紧要嘅咧，就系我哋心入边真系诚心嘅祷告。嗱，我哋每次祷告嘅时候，都会讲一句说话：阿门啊！阿门嘅意思就系实在、真实嘅意思，即系我哋同上帝讲系真实嘅，我系咁样祷告嘅。所以个心嘅诚实、个真实咧，系最重要嘅。形式唔重要，咁地方重要啦啩。有一次啊，我肚屙饿到就死啊，好想向上帝祷告叫祂医治我，但又觉得上帝不喜欢那些不干净的地方，又不敢祷告，但不祷告又出不去，越来越痛，都不知道多辛苦啊。谁跟你说在厕所就不可以祷告啊？耶稣曾经这样说过，他说人吃落口的是到了个肚，最后就去了茅厕，其实是不会污秽人的。什么会污秽人呢？他说在人心里面想出来的东西，到个口讲出来那些事呢，有时候会污秽人。因为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是邪恶的，我们口所讲的是邪恶的东西，反而就会污秽人。所以根本就不需要问我在什么地方祷告，最重要的是你心里面这个时候是不是真的诚实的，是不是清洁的向上帝来祷告。圣经说过，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。每一年365日都向上帝求，叫祂给 Mary 我，等我组织一个幸福的家庭。但到366日，祂竟然跟第二个男仔一起，神啊，一点都不信实的。哎， Mary 啊，我们都不可以有个错觉，以为祷告就是吩咐神做事。事实上有时我们的祷告是没有被应允的，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耶稣也都提醒我们，最重要是要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那神就会将我们所需要的加给给我们。最重要的是求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就。耶稣也都提醒我们，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有信心。耶稣说，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你要相信上帝已经为你成就了，你有这么大的信心，然后呢，上帝就为你成就。这一种信心是一定要有的，是一个很单纯相信上帝的信心。其实祈祷哪有那么多人为自己祷告啊，讲几分钟都讲完了，都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祷告整个钟，哪有那么多人讲的，
上帝都嫌你沉气啦。有啲基督徒以为祷告就系净系为自己祷告，其实祷告嘅内容可以好丰富嘅，唔系净系为自己祷告，你都可以有好多其他嘅祷告嘅，包括咗赞美啦、感恩啦。咪住先，赞美同感恩咪一样嘅，都系向神讲好说话啫嘛，有咩差别啫？嗱，其实赞美同感恩咧系有差别嘅，赞美系赞美上帝本身。而感恩呢，是感恩上帝做在我们身上或者赐给我们的，譬如说幸福的家庭啦、健康的身体啦、一个好的职业啦，这些就是可以感恩的。所以一个人越认识上帝呢，就越能够赞美，越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呢，就越能够感恩。除了赞美感恩，我们还可以认罪悔改，也就是在上帝的面前自我反省，同埋呢，我们可以为自己祷告，亦都可以为别人祷告。等等，我点解要为人哋祈祷啊？佢哋自己为自己祈祷啦，我要集中火力为自己祈祷，咪仲好。基督徒应该为人哋祷告，因为呢个系上帝嘅教导。提摩太前书教导我哋话，基督徒应该要为万人恳求，呢个系上帝嘅心意。佢唔单止要我哋为自己祷告，仲要识得为人哋嚟祷告嘅。除了为自己祷告、为人来祷告之外，我们祷告的时候还可以用经文来祷告的。就是你看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你就用那段经文来祷告了。譬如说有时候你看到圣经说要爱人如己，你就向上帝祷告，你说上帝啊，你教导我要爱人如己，但是我没有这个爱心，求你赐给我这个爱心，爱人来好像爱自己一样，有爱人如己的心。最后就是要学识聆听，祷告不是只是向上帝讲说话，我们更加要学习一样东西，就是听上帝跟我们讲说话。圣经说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困难、痛苦，甚至乎失望，最重要的是要学习怎样将我们的问题交托给上帝。当我们能够学习将问题交给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平安、有喜乐。祷告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福气。当我们学习祷告的时候，凡事交托的时候，神所赐的平安就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。